啥在里面吃过？已经停了。啊，早停，必须早停。它叫的时候才会。现在还是柔的，还可以倒出来。去拿一个剪子把它倒出来。烧熟这个最喜欢夹的，最喜欢这么夹的。哦，一般的感到。里面已经是水了。对。哦，最上面有一层杂质。这白色的烟是什么啊？那是有洗澡的。那是干什么？不要有了，有杂质。我们也买一个这样的出来。啊，买一个这样的。会买几个？买几个？这个没下来。